你们小孩别吃了，别吃了，粉丝天天去跟小爱小课堂了。我不跟。为啥？他们都不给我点赞。会给你点赞的，好不好？我让他们给你点赞。来，小爱小课堂。嗯。欢迎来到小爱小课堂。今天我们来上科学课。来啊，今天我们来上雨和雪，翻到36页。快点！我不知道。啊，雨和雪，雨大家都知道吧？就是天上降雨那种，把小水滴落下来，对吧？雪也是的，冬天我们最喜欢下雪了，可以在雪地里堆雪人儿、跑雪，对不对？来啊，那雨是怎么形成的？同学们知道吗？雨、雪、霜、雾等等，都是由水蒸气形成的。那水蒸气怎么能蒸发呢？都是由水，是不是？有水。那水蒸发，蒸发是向上，是向上啊，向上，蒸发成气态，对不对？气态，那它们蒸发就变成了小，被水蒸气，水蒸气，对不对？那这是水蒸发，在什么温度下可以蒸发呢？你，在任何温度下都可以蒸发。回答非常好，请坐，请坐啊，来，在任何温度下。任何温度下都可以蒸发，是不是？那有个问题，水变多了之后，它水蒸气是不是会很多？水蒸气很多之后，它们会不会相互碰撞？你想想，我们同学们下课之后是不是特别多人在那疯疯打打、疯疯打打之后撞到一起了，是不是会弹开？是不是？而水蒸气撞到了会不会弹开呢？会。会弹开吗？你想。我们来看水，一个水滴落到了一盆水中，它弹开了吗？没有。那所以是不会弹开的，不会弹开。那你想想，这位同学特别的胖，对不对？这位同学非常的瘦，对不对？他俩一起从那个门里面走出去，那他们会怎么样呢？会不会相互碰撞啊？会。因为一个同学很胖，一个同学很瘦，胖的同学占据了很大的空间，就把他挤到了，他们俩四肢这些什么的都会发生接触。那他们怎么才能过去呢？能不能合到一起过去？可以。你来合体试试，你和他合体去。是不能合体的啊。而我们这个水滴和它相，水蒸气和它相反，可以融到一起去。而水蒸气越来越多，它们会形成什么？会形成什么？不知道。小水滴，来，小水滴。来啊，它变成水滴之后，我们这些空气。拖不住它了，哦，我们这些水蒸气都是由空气拖上去的，我们无时无刻有水的地方都在蒸发，空气拖不住它们了，它们就会怎么办？掉下来。对，就像怎么说呢？你看哈，这支粉笔是不是掉下来了？是的。因为它太重了，空气拖不住它，它掉下来了，知道了吧？然而它掉下来就形成了什么？水，雨，雨是雨呢还是降雨？降雨就形成了降雨，而我们把这种天气称为雨，知道了吧？下雨。对，下雨。我们平常是不是下雨之后，我们就喜欢在外面蹬水坑，看我们小猪佩奇里面的，好开心啊，是不是？踩水坑，老师。哦，踩水坑，踩水坑啊，踩水坑。上课净注意那些没用的东西，来啊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再复述一遍。来啊，水在任何温度下都发生了蒸发现象，它们就往上蒸发了之后，对不对？然后小水蒸气之间发生了碰撞，合并，跟我一起说合并。好，合并之后变成了小水滴。而小水滴越来越多，空气拖不住它们了，它们就掉下来了，就是降雨，往下降了，降雨，知道了吧？来啊，只要这里面一句话，我来说一遍，我找个同学起来复述啊。水在任何温度下均可发生蒸发现象。再说最后一遍，水在任何温度下均可发生蒸发现象。你来读。水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变成蒸发现象。
水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变成蒸发现象。找个同学来起来找救他的作业。他没有错误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接下来，刚刚那位同学其实说的也是没有错误的，水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发生蒸发现象，但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错误，不是变成，是发生，这个词要用的严谨一些，是发生，和读，发生，发生，发生，老师，这个猫在咬我。复述一下雨是怎么形成的。水在任何情况下发生蒸发现象，变成了小水滴降落下来。怎么变成小水滴？你水蒸发变成水蒸气，你变成小水滴了。它怎么样才能变成小水滴嘞？蒸发现象。蒸发现象之后它如何变成小水滴？你像是不是水蒸气越积越多，它们相互碰撞之后，碰撞合并了变成小水滴。对，之后呢降落下来。它是为什么要降落下来？它空气是拖不住它了，它要降落下来变成小水滴降落下来。这个现象叫做蒸发现象。下雨，降雨。降雨这种天气被称为雨。好，抄十遍。好的老师。这个自己给我默写到笔记本上，不想再说了，下课。老师再见。